不插刀。想当年，黄渤回归歌手身份，来咱们中国好声音体味一把新人的滋味。这亲友团嘛，自然就是徐峥和宁浩了。要知道，人家的亲友团背后观战，或激动非常，或眼泛泪花。可当黄渤上场后，这两位却……别转，别转，别转，别转！事前唱衰也就算了，兄弟都上了台，下面这两位依旧只等着幸灾乐祸。我经常听他唱歌，对，反正我没转过。不，我们也转，有的时候他一唱，我们就转过去。那要是真的没有档次转，现在你们一会儿打算怎么安慰？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对，我们去喝香槟。当然了。